是哦。一二三，木头人。一二三，木头人。弟弟，你怎么了？要给你的水，出来出来，我可以动了。阿 K， 水倒了。你怎么了？要给你的水，一任可以来过来。还很多，好，可以任过关。我是想着最后好像没剩几个名额了，然后就冲一把吧。你在我前面，看得很清楚，很想冲，他就啊。重点是我自己本来觉得我停了，然后我才看，哎，哦，对，这个中了。